今日我哋冇丢架啦，系咪啊？冇啦，冇丢架。阿狸妈帮我又删咗支咪先，删咗啦，咁先另外有杂音咪由佢啦。哇！今日我真系惊丢架噶，唔紧要啦，而家已经唔丢架噶啦，唔系就算呢度输都冇问冇题。问题，由得佢啱但系啱我哋先开咩时候最紧要做咩啊？中咯、啊。中中唔系问题，最紧系中得够冷，同咗够型，中得够劲，今你日明直唔明？嗌咗，两嗌场，唔两系嗌三咗场，几样嘢，系十十十十十，今今场都今系场嗌十，都系嗌十啊，仍然系嗌十，好坚持我哋。嗱喺开咪讲啲马之前，我哋要多谢阿周生，因即系为佢多哋谢我系咪？唔使嗌，OK，thank you。我哋唔会多谢你，因为佢哋系俾咗钱买你我哋啲 rating，又啱啱啱先？嗱，阿周生咧就放咗金，放28.8俾我哋，多谢多谢，喉多谢声都插埋，咪咯，就啲嗌就证明咗头先嗌得几劲，哇，个十好紧要真系，真系几嘢十啊！我已经睇住只十喺出边咁拉出嚟嘅时候，已经开始嗌定。唔系你太深明白到跑马嘅真理就系十。即系同埋国庆，系同埋烟花，即系所有嘢我哋要串联翻一齐。梗系啦，所有都有故事嘅，好阴谋嘅，所有都系阴谋论专家又阴谋啊，阴谋阴谋论啊。好啦，咁啊到咗，喂，仲有阿陈生有货，288蚊，系啊，啱啱收到啊，多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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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唔系即系货金还货金，仲有一样要做嘅。share 俾人哋睇，你要人哋好似你咁样有本事去货金先得噶嘛，啱啱先啊？如果唔系嘅话，小猫三四只，咁啊唔开心咯，啱啱先？你行出嚟，屌你老味，使乜烦啊？听 MA288咪得咯，搞捻掂啦，仲使乜睇人哋嗰啲啊？唉，嘥鸠气嗰啲系。就系咯，最紧要系咩啊？听 MA288，同埋十，同埋十，系啊，同埋国庆，系。今日嘅口号嚟噶，你唔听 MA288边有十咧？又啱喎，几只十都冇啦。好，总之我哋系听嘅风又系十，啱。贴嘅又系十，嗰个先抵死啊嘛，系。好啊，嚟到尾场啊，咁啊，尾场千二啊，二班千二，咁啊，睇下啲早飞先啦，早飞都系嗰只噶啦，14号平湖之星啊，咁样就到一边批啦，挑位。Q 咧就到啊十同埋十四，真好彩同埋平湖之星嘅過關都係十四啊十同埋十四啊呢兩隻噶啦，過關之後仍然都係十同埋十四，都係十，係咪？係啩？好，李王。好，咁啊到呢場尾場啦，咁啊第一隻介紹俾大家嘅就係活力小區先啦，咁啊活力小區唞鼠一個月嘅，咁啊試咗一課集潘明輝，泥地1050嘅。咁啊，見到佢喺外檔咧出閘好快嘅，但係四疊跟喺前邊咧，只馬仍然係自己擁住走嘅。咁啊，阿潘明輝一路扣住，去到彎前嘅時候鬆俾佢咧，入到直路咧係咁以俾少少咧，擁住唔斷嘅，仲要好勁添啊！咁啊，潘明輝今日減7磅嚇，破數今日有手影，而家78蚊邊兩倍批呢只馬 Win QT 啊，唔使講嚇。咁啊，第二隻介紹俾大家嘅就係只3號嘅喜悦繽紛拉叔，冇理由唔介紹啊！嗱，呢只馬唞鼠3個禮拜就試咗一課田草1000米嘅集嘅，咁啊拉叔啊見到佢拍住1、2班嘅馬試嘅，咁啊快集跟喺前面扣實，只馬略嫌有少少重口，拉屎係有少少慢嘅。但係騎落去咧，見到佢係可以頂得住嘅。呢、這個三合彩拖埋啊！你話 win 嘅話，你覺得拉叔15倍值得買嘅，咁咪買少少咯。但係我覺得就拖腳得啦。咁啊，第三隻介紹俾大家就係4號嘅川河專區。咁啊，上季新馬3場跑咗1個 win、啊咁啊，上仗熱身，拉屎衝得非常之好嘅。咁啊，但係拉屎嘅時候 pick up 遲咗嚇，未夠。今次再試多課田草一仙嘅集，就係拍住1、2班馬炒飯哥屎嘅嚇。咁啊，仍然係好快個集，但係跟喺後邊中段咧都係撳住俾佢走嘅啫。去到末
段先至打落去，有反應，好走勢啊！咁啊，見到啊炒飯哥試馬嘅，陣間如果啊炒飯哥響一響啊，俾個信號大家嘅時候，大家就醒目啦啊！咁啊，第四隻介紹俾大家嘅十號嘅真好彩先啦。咁啊，真好彩上季新馬跑咗五次三 win， 非常之勁啊！唞鼠一個月唞到夠噶啦，兩課集拉叔。是的，泥地千二快集快跟、啊、外碟都不怕的，跟在前面放的、啊、直至到去直路的时候，只马有火有力、啊、入直路自己涌住、啊啊、拉屎不要说，再给一段你，我问你死未，真的这个倒得的了，这只、啊、WinQ 十号、啊、真好彩、啊、另外拉屎那只梁家俊今天骑师王啦，不用说了，咁啊，上季新馬兩次一 win 一 Q 啊，冇頭先只十咁勁，但係都係勁。今季熱身啊，一出就贏啦啊！今次只馬仲重咗13磅，見到佢有少少肥，但係個身咧仍然係輕嘅。咁馬喺呢度仲仍然係有質嘅，咁啊23蚊係即係點講咧？值得咯，呢只馬值得23蚊咯，因為佢又輕磅又成啊！咁啊，可以再搏嘅呢只馬 ，Q 一定要拖 ，Win 買唔買你哋自己決定，我就買十 Win 啦，啊，咁啊，我介紹嘅馬就係1、3、4、10、14五隻，1、3、4、10、14就40、14，咁我就同你一樣嘅，哦，咁好事嚟嘅，點解咧？咁我介紹一隻馬啫嘛，係嗱，我就係仍然係支持呢一隻二號嘅獅子衝嘅。嗱、嗯，上戰季內初出表現一般，今次埋門咧就做足功夫，哇，幾押韻喎呢句寫得。同組時間不足，落班出戰檔位一般，但有得放，形勢實為有利，會有表現嘅。同埋今日睇快地，你話其實係好睇騎師點樣跑。王浩南騎呢一隻嘅獅子衝咧，我覺得佢有權可以慢放翻到嚟嘅。檔位係九檔啊嘛，其實應該 O K 嘅係。咁啊，睇下會唔會就係21Q翻嚟啦，最簡單。平步之星就唔使講嘢嘅，即係我原本都想貼呢只馬四粒星嘅，唯獨是就因為我諗嚟諗去，前面梁家俊有馬贏，跟住之後咧呢只馬，我最緊要我睇翻個神操咧。佢又未去到好 top， 係比上次即係上季贏嗰陣時候咧係有跌咗少少嘅，咁好正常嘅呢啲嘢喺，但問題佢個實力又喺度喎，咁又冇得唔貼佢，我又鏟唔走佢，咁係咪擺喺度咯？所以今場馬啦，我同鳥王嘅推介啦，鳥王就係揀咗1號、3號、4號、10號、14，而我光頭咧介紹就係2號嘅神操跨啦啦嘅，就有隻10號嘅真好彩啊，三粒星得一拍嘅啫，冇啦。咁啊，孖宝下社咧就系只十号真好彩，四号啊川河专区，同埋14号平湖之星啊。其他飞都系14噶啦，14同埋14系啦。爆唔出咩样啊？呢场即系只14一定顶住噶啦，阻住地球转嘅，爆唔起噶啦。咁场边咁多俾你爆啊？唔系啊，补翻条10、14PQ。14PQ 26蚊，唔係，首先我買嗱，我買10號 win， 齋 win， 咁我係咪如果買 pay， 我不如走去買只10、14位置 Q 咯，咁樣咁解啫。不過十號個 pay 都20蚊喎，好吸引。係啊，好吸引啊。咁會唔會今日開四隻十出嚟咧？啊，唔係啊。在那個的 Win 上面來說是得一隻十而已，得一隻十而已，是的，是的，但實際我們是有四隻十的，是頭場啦，第八場啦，第九場還有第十場的嘛，第十場對了，已經說了第即係一陣間，我哋又嗌十十十咁樣，係咪啊？係啊，又嚟個呢個要呢、這個咁，即係又要及住只十啦。呢個就梗㗎啦，但我未到嘅，我諗緊今場。仲有兩分鐘，嚟一匹新馬嘅12號嘅睡眠大學啊！聽完個馬名都應該可能瞓得嘅，但我真係唔識呢匹咩馬，南非馬，我冇睇過帶，我有點樣咧？
嗱，馬浩生腳法係好嘅，嗯，最多批。咁只九號英之友咧？英之友就勁啦。澳洲 PP 嗱呢只咧已經上力噶啦，個閘咧都係靚嘅。咁啊呢只馬有速度噶，所以大家要小心。因為我見佢拉士嗰個閘係唔曳嘅，係唔曳㗎。同埋佢喺澳洲係贏咗一場 Group Three 係高水準嘅嗰場係，所以呢一隻馬係睇下幾時到嘅啫，係好已經嚟咗啦，只馬已經係。仲有兩分鐘，嘉義佬點樣啊？今場算啦，今日都係唔好介紹三重彩啦。即係就都係收工。好鬼保守嘅人真係，但我中意，我愛保守，得嚟好進取，進取係啦。聽來好矛盾，實質上係唔矛盾嘅。係保住本金，保住本金，保住本金，同埋保住本金啊嘛。啱啦。嗱，咁啊，不如睇下今日咧邊一啲馬房冇手影啊，未贏過馬，咁啊，練馬師，咁啊，見到咧阿方家柏咧未贏過馬，今場就係只四號嘅川河專區。咁另外就係阿霍利士啊，今場就係只十二號睡眠大學，得呢兩匹嘅啫。我而家睇緊 Facebook 咧，唔係喎，阿容天鵬只平湖之星。容天鵬今日都係冇手應喎。Good nice。所以今場騎誒練馬師冇手應嘅就係四號、十二號同埋十四號。咁啊，睇下只十四號會唔會打破咗呢個容天鵬今日嘅僵局啊？唔會咯。OK， 十係咪啊？十十。阿 Daniel 啊，頭先嗰場啊好堅挺，佢攞最新鮮渣膽拖四五完，犀利喎！好勁。即係呢個唔係咩嚟噶？就是、信任的表現啊嘛，信任咯，信任的表現就是用只就只要信唔係就只要信不要問咯，就話成件事係見到你前一人人佢咧，你係用十個拖全餐，佢咧就係拖熱門嗰兩隻。最簡單佢話鳥王有隻四啊嘛，跟住隻四啦，啊呢啲高效好功夫真係，我都嘥咁多注，啱佢又夠精，佢又夠精啊真係。好，繼續十買。臨尾階段啦，見到只。九號啊，英之友啊，咁啊有人買咗$86嘅 win， 紅燈啊著咗由33倍落到去29倍。嗯，獅子衝我真想睇下啦，我真係覺得呢只馬仲有喺手嘅，係個榜有機會害到佢少少啫。非洲有冇娛樂㗎？非洲南非有，有娛樂。屌你只睡眠大學！冚家拎我睇睇佢非洲喎、啊，佢英文咪叫佢英文咪叫做 Sleeping University 啊？哇，真係睇下先，啊呢、這個我都好想知道。我有寫啊呢度，唔係個馬本有噶嘛？喂 ，Sleep Education， 咦呢、這個真係教人哋點樣瞓嘅喎？係啊，今鋪唔使住，我琴晚瞓得 OK， 下鋪，下鋪。咁啊，埋門階段啦，咁啊，大飛啊，都係買只十四啊，十同埋十四啊，兩秒嘅 Q 啊。喂，頭先我追問阿姐，而家有冇時間啊？冇啦，仲有零分鐘咯，但係應該仲有兩分鐘先開跑咯。有一個好奇怪嘅現象出現咗咧，馬拉仔係唔提供賠率嘅。咁得意？唔係，我成日追問阿姐，阿姐你去大阪有冇培訓計劃啊？培訓就冇啦，佢個個都講話。No Japanese, no talk。但我正見到一樣，你有 yen 啦、啊！你啲 friend 買咗啲好奇怪嘅嘢喎。哇！買假閪翻嚟喎。我第一次即係、就是、我第一次上嗰啲鋪頭買個假閪翻嚟。哇！你有冇試過啫？即係係咪假閪度咧？佢係有 sample， 係將中間界開擘大佢俾你睇下裏邊個結構。睇堅定流嘅。唔係，佢係有唔同嘅，有五重乜度。哦，好鬼勁，有啲係螺旋形嘅，咁得意，好犀利啊！真係，即係大開眼界。我啊冇買到啦。咁你個 friend 有買嘛？我個 friend 有買啊。我咁佢試咗未？點會佢未試？點解唔試啊？即場翻到酒店即刻試啦！翻到酒店先試，即場試。即場試試又唔係幾好，因為先你哋可以一齊觀戰啊嘛，睇下係咪真係咁好啊嘛，哇都好用喎、啊，我都買翻個先咁樣嘛。問題係用完之後洗嗰下就大問題啦。我都話啦，我哋係有專營呢、這個幫人嚟洗嗰個咩咩誒，唔係嗰個叫做係誒嗰個叫咩咩 sharing 嗰個 girlfriend 咯咩啊？叫做。
共享共享旅游，旅游系专经营使共享旅游服务，系啦，咁大镬。嗱，红灯亮起晒噶啦吓，咁啊剩翻四只马未入闸。咁啊，睇下今场继续爆啊，定系开大热门啦。嗱，嗰只嘅平湖之星喺闸后边有啲猛震啊，系咁硬后脚。咁我哋重点啊睇住只十号嘅。睡真好彩，真好彩啊！唔系睡眠大学啊，因为平湖之星应该前面噶啦，好易睇嘅灰马仔。另外睇狮子松啦，同埋有一只都可以留意嘅就系只四号嘅川河专区啊，呢只都要睇一睇个走势系点样嘅系。十号系红帽红白间，系啦，好啦，全部买入晒闸噶啦。去到今日尾场二班千二米嘅赛事大热门就系十四号嘅平湖之星。好，一出闸嗰阵时候咧，就只十三号大情人蹬咗落后边啦，个人嘅问题嚟嘅呢个就系、是，咁啊前面放紧头啊，只十号嘅真好彩啦，外边咧就只平湖之星啊，同佢斗拍和奶嘢啦今次，跟住狮子冲咧就出面嗰度咧摇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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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咧同只咧平湖之星啊可以烧紧嘅啦，后边咧就见到有只嘅英姿柔啦，同又上嚟啊，喜彩缤纷上嚟喎，哇呢只咁样嘅喜悦缤纷，睇嚟想搏命，但系而家变咗前面。有成兩三隻馬鬥燒緊嘅啦，只平湖之星咧就守咗落去第二位嗰度，同埋只真好彩嚟拍緊嘅，後邊咧就英姿柔啦，內欄睡眠大學外邊飛龍區嘅後邊仲有台飛輪啊，仲有嗰啲咁嘅英勇大師包落尾嘅啦。好啦，轉到入最後直路嗰時候，前面獅子衝咧仲未放斷嘅，但係咧見到嗰只嘅喜悦繽紛咧係咁啊望佢喎，唔知搞啲咩喎，中間就攝咗個位出嚟啊！真好彩，真好彩啊！睇下嗰只平湖之星捱埋住，平湖之星贏啦，冇得搞啊！應該睇點睇嗰只真好彩。快咩唔到上嚟嘅啦，但系后边成棚马，仲有四号嘅专台专区，跟住之后啊，中间仲有只嘅五号嘅飞龙区啊，最后啊都系呢只嘅平湖。喂，出边嗰只咩噶？出边我睇唔到啊。好似系英勇大师系。英勇大师啊。系啊，嗱，第一名就只平湖之星啦，第二名咧就系四号嘅专台专区，第三名咧英勇大师。系啦，英勇大师啊，汤嗰只飞龙区，拾唔到啊，拾唔到。點會真係防啊？嗱，即係即係你平湖之星仲有喺手，真係好多。哇！佢今場馬佢唔放，佢留，佢留喺第二，佢被逼留，佢被逼留。跟住之後佢可以一拎到出嚟，以為佢冇力，點知道一塌就上。上次都係咁樣樣，以為佢冇，再 pick up 到。啊！呢只好嘢，真係好功夫，犀利啊！臨尾平湖之星咧就兩倍，報紙好多人中喎呢只啊！梁家俊今日。唔係，首先一樣嘢，你希望佢哋個個貼平湖之星，因為計錢噶嘛，係嘅。你一隻唔係喎，佢 win 啊嘛，佢 win 都有廿蚊啦，連埋個 pace 而家十三蚊，佢哋咪贏十三蚊咯。咁嗰啲一百蚊注碼嚟啫嘛，你一百蚊，你而家有一千蚊喎。我想係佢哋貼平湖之星之後，佢哋輸喎。平湖之星之後，你要只馬輸先得㗎。爭啲嘅啦，唔係俾只四個村河專區湯咁啊，應該應該要㗎。應該要湯。好啦，嗱，今日節目做到呢度啦，因為我要嗱臨做埋份咩啊？海旋門嘅 waiting。係啦，要做埋個排版啊，度啊度曬嘅啦，已經係嗱臨出埋個排版，跟住我哋就擺喺個 tips.ma288.com 嗰度買。但係咁，如果你本身係有會員啊，已經係會員啦，即係總之買咗今日會籍，係今日你係用得到我哋個網嘅話咧。你係一陣間去 download 得嘅啦，係。最遲九點鐘有，今晚十點鐘開跑，就咁。OK， 拜拜。贏緊嘅我。有啊。